是你对最近的杜加班纳事件有了解吗？有。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？应该是要抵制吧。抵制啊？那你会买这个品牌吗？在之前？不会，它太花哨了。太花哨了。对。那就是同级别的产品，你会就是 LV 啊这种会买吗？也不会吧。也不会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啊好，行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这里是大师兄的视频。这我是我们的女后期，男后期。对，男女通吃，对对对。这两天这个杜加班纳的事情不是搞的网上炒得很热，非常热。对，包括在 ins 上，大家也一直在对这个事情进行争吵。首先，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接受任何道歉，绝对不接受，因为根本买不起。那倒也是啊。那我们就看一下线下这个杜加班纳的门店就在那边，我们待会儿去看一下现在线下的客流量到底怎么样。哇，那个人一直盯着咱们看，店员在。对，刚才保安跟我们说。他说杜加班纳的店员现在特别的敏感，然后我们待会儿拍的时候可能会小心一点，那就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是吧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在商场拍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那拍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杜加班纳的门店里几乎没有一个顾客，全是这个服务员。那我们拍的时间是星期六下午的6点钟，也是商场的高峰期。那杜加班纳的门店里几乎是没有，不是几乎，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位顾客。那就在他对面的 LV 那家店，还是人还是非常多的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，我们抵制这个杜加班纳，无论是从线上还是线下来讲，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。对于杜加班纳这个事情，我还是有四点想梳理一下。第一，就是他在这个 ins 上发表的那个对中国筷子文化不是很了解的一个视频，那我们觉得是不好，然后有很多粉丝在这个网上就和他们去撕，这是第一点，他这个视频的问题。第二，就是粉丝在和他互撕的过程中，我们中国人，那他的那个总监设计师就说中国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不说吧，啊，这是第二点。那这个截图被传回微博之后，他们说不是我做的，我们被盗号了，啊，这是第三点，这个很傻的一个方式，说被盗号了。第四点呢，他在微博上一看，这中国就是影响很大嘛，他就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。那道歉声明里说我们的言论不正常什么什么。如果说你是被盗号码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要发这个道歉声明呢？所以这是很打脸的点。第四就是他们在 ins 上发的那个道歉视频和在中国的那个视频是不一样的，那个是微博的那个视频是中国特供版，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诚意。在 ins 上的那个视频完全没有提及他们的语言错误，而是只是去针对说我们有一定的文化差异，然后导致这个误会。所以我认为这个道歉从始至终杜加班纳都是不够诚意的，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是不可能去买他们的产品的。我同时也呼吁看了这个视频的朋友也不要再买杜加班纳的产品，因为他真的是很不尊重中国的文化。